喂，啊，你们两个去把地下室仓库里面的东西啊整理整理，不要东西把它丢掉，要的话你自己把它藏好带走啊，好不好？好 ，OK， 好，拜拜。 最近有没有下来什么好片？最近没有啊，我上次下了一部中毒，资料全都没了。是哦，没有防毒软体哦。最近毒那么多，防毒哪防得住啊？是哦。哎，捡到一颗硬碟，这么久能用吗？可以吧。 喂。 嗯，哦，怎么那么麻烦呢？好好好，我找好再敲你。嗯，拜拜。有了吗？喂，有了，啊，我的有吗？有啊。嗯，好了，没事啊，我只是要试试看我新的视讯而已，拜拜。哦，耍我，神经病。啊，我要洗澡，拜拜。
说电脑怪怪的，刚刚自己一直光碟机自己打开，然后还自己播放音乐，我是电脑中毒啊。好啦，明天再说。你以为我会怕你？司仪，喂，你起来了吗？我跟你说，那个水晶硬碟怪怪的，昨天遇到很奇怪的事情。还有那个，你知道副司仪是谁吗？哦，好。你来了、哦。你刚才说那个名字，我查了一下。他以前是我们学校的学生，可是他在四年前的时候意外坠楼死掉了。真的？怎么办？那我是不是……好了，不闹你了，不闹你了。Surprise！ 这一切呢都是假的。其实呢，随身碟是我放在仓库里面的，里面的影片呢也是我找我朋友帮我拍的。我呢在随身碟里面呢放了病毒。只要你一打开，就会中毒，然后呢，我就可以从我的电脑操控到你的电脑，还可以从你的视讯看到你在做什么。那这一切都是我搞的鬼，为了呢，就是要让你有难忘的生日啊！你想吓唬谁啊？谁叫你要乱开都不免打开了？哈！来，给介绍一下，这就是我影片的女主角哦。嗨，生日快乐！哦，谢谢哦。好啦。不然我来教你几招可以减少病毒侵入的方法。只要在随身碟插进去的过程中，按住键盘的 Shift 键，就可以避免自动载入病毒。还有，不要直接点两下开启磁碟，你可以用档案总管选取，这样就能避免手动触发病毒。再来，你还可以建立一个叫做 Auto Run.inf 的资料夹，这样可以扰乱病毒的写入程序哦。哦，
所以我该谢谢你们帮我上了这宝贵的一课喽。当然，所以那个随身碟就给你当生日礼物吧。哎，肚子饿嘞。好啦好啦，你们要吃什么？我请客，可以吧？